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好像没有点红酒，还有这些。这是我们店的贵宾林先生送给您的。林先生，不会是小八吧？他不至于这么浮夸吧？想说什么？我是说。原谅我了吗？行了，我服了你了，怕了你了，原谅你了，行吗？那明天跟我一起去见我的家人吧。你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羞羞的事情？没有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没事的。我早就想给你生小猴子了。叔叔，这个礼物我不能收。你还没开，怎么知道能要不能要啊？您和我妈妈是旧交，我想当初妈妈帮您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任何的回报，所以这份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。